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心表彰二零一八年杰出妇女大会在圣马利诺中心举办，共有十二名来自各行各业在圣盖博古地区工作和生活的杰出妇女获得表彰，其中三名华裔女性获得这项荣誉。一年一度的杰出女性奖是由国会议员赵美心发起，如今已成功举办了第九届。获奖的十二名女性来自不同城市。 不同的族裔，包括亚裔、非裔、拉丁族裔等，且涵盖不同的年龄层。其中三名亚裔获奖者分别为蒙特利公园市课后学校创办人黄凤堂、亚凯迪亚市慈善活动家刘德利、圣盖博士慈善活动家岑文杰之。赵美心表示，这些获奖者都是为社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今年获奖妇女分别是教师、主管、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小区领袖、义工和专业人士。每一名得奖人都得到他们所居住和服务的社区人士的提名，进而得到充分肯定和反馈，表示欣赏他们的辛勤工作，才有机会获得此荣誉。在美国，女性的权益和地位还有很多进步空间，只有女性成功，美国才能成功。希望未来大家一起努力，改善女性权益。 环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